完善选举制度的重点之一是保证香港社会的政治参与均衡而且广泛，其中最重要的是具有广泛代表性的选举委员会。会计专业是选举委员会第二界别的一份子，其中由国家财政部委聘的香港会计咨询专家所组成的香港会计咨询专家协会将会担当一个重要的角色。香港会计专业从国家改革开放到现在，长久以来都积极参与和助力内地的经济发展，尤其是在引进来、走出去和资本市场的发展方面，发挥了关键的中介人的角色。站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迈向第二个一百年的新征程上，在香港由乱转治、由治及兴的这个关键时刻，各位专家被委任是使命光荣、责任重大。特区政府十分期待在未来的日子跟各位携手汇聚力量，推动香港会计专业更全面、更快地融入国家的发展大局，为国家做出新贡献，同时为香港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开创新的局面。